哈喽，Hello, 那我们今天大家看到我手上拿着的是 DJI Action 5 Pro，还有新发布的这个 GoPro 十三这两款相机。那我们今天准备来做一个对比的这样的一期视频啊，我们从各个方面来，呃，阐述一下到底这两款产品我更倾向于哪一款啊。 那设计与结构呢？DJI Action 5 Pro 设计更加的简洁轻便，手持体验会更舒服。那适合日常户外以及极限运动。屏幕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上一期视频已经说过，它是更大的一块屏幕哈。开机非常的迅速，啊，其实在任何环境下呢，它都非常的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设置哈。那 GoPro 十三呢？ 坚固耐用的设计，那非常适合极端的环境。那它新设计的这个散热哈和多功能的按键系统呢，嗯、呃，都很好用。但是呢，它的体积还是会稍大一些。那两款机器在性能上的表现，直接开机拍摄就是这个快速按钮直接点它拍摄哈，这两个速度来比较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大疆 Action 5 Pro 远远是要快过 GoPro 十三的。 到了今天，我还是没有办法太能接受它的这个 GoPro 十三的它的这个触摸屏的反馈还是很拉垮。我是真的时候有用着用着就想把它扔掉这种冲动。我不知道用过 GoPro 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到了第十三代还是有这个问题啊。 那前面的自拍荧幕呢？呃，GoPro 也还是没有加入这个触摸屏啊，有一点点可惜。 那传感器与图像质量上面呢，Pro Action 5 Pro 呢，它配有更大的传感器，那带来了一个更卓越的一个低光表现，它有十三档的动态范围啊，那在弱光下呢，也可以拍出非常清晰而且噪点很低的画面，更宽广的动态范围，让用户在比如说高对比的这种光线场景中，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细节，特别是在日落呀、夜间等复杂条件的这样光线的情况下，非常的优异啊。 那另外呢，Action 5 Pro 呢，它具有四千万的像素，所以使得它在拍照上呢也非常的优异。那 GoPro 十三呢，在正常光线下呢，色彩饱和度是很高的，那图像质量也很好，啊，也是非常优异的。但在暗光环境下的表现就不太怎么好了，细节很容易丢失，有很多的噪点。那 GoPro 的像素呢为两千七百万，所以相比。 Action five Pro 的四千万呢？你在裁切画面，就比如说你拍照之后，在画面裁切上面，用 GoPro 十三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啊。它当然是没有四千万的这么来的这么一个呃方便做于裁切啊。 动态范围和暗光的表现呢？刚刚跟大家说了，DJ、I、Action 5 Pro 呢，它有更大的传感器，它有十三档的动态范围。那显著的这个动态范围中呢，比如说在明暗强烈的环境中呢，你可以看到更多的画面细节；在弱光条件下呢，也可以保持很高的画质哈、啊，减少了很多的噪点。比如说你在夜景啊，或者是城市灯光啊，或者在夜晚骑行这样的场景，那你可能用 DJ、I、Action 5 Pro。 会更好一些啊。那 GoPro 十三呢，在光线充足的时候呢，动态范围表现是很好的。但是 GoPro 的问题就出在，如果光线稍微暗一点，细节部分就会丢失，图像就会非常的拉垮。那稳定性防抖技术呢？那我相信这两款相机，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剧烈抖动的条件下，它都能做到非常好的画面稳定的一个效果。 啊，那我相信，呃，这一点对于现在的运动相机来讲，已经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了啊。但是，如果你是在低光源条件下呢，我还是会建议你用 Action 5 Pro。那毕竟呢，它有一个超级夜景的功能啊。那这样的话，对比下来，两个相机的画面在暗光环境下是差别非常大的。 好的，那我现在用两台设备正在一起录制，我们听一下他们的就是自带的收音效果怎么样啊？那现在大家听到的我说话的声音呢，是我用的这个呃大疆的 Action 5 Pro 的声音啊，然后现在大家听到呢是 GoPro 十三的声音，大家觉得差别怎么样呢？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，大家看看到我身后就是一条高速路啊，而且还是有一些风的这些刮风的声音。 那我不知道大家就听起来就是机内收音效果，大概是什么样子的？电池和续航上，那 DJI Action 5 Pro 呢？它的续航时间呢是有四个小时的啊。那你可能看到一些其他 UP 主做的一些呃续航的一个测试哈，在 4K 20帧、二十四帧下呢，它可以拍长达多达四个小时的这个内容的拍摄。那比如说你做一些长时间的拍摄，登山、旅行、户外运动。 我相信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哈，你不用经常去想着更换电池，那它的散热也很好，就算是机身过热，它的屏幕熄灭之后，它还是会继续拍摄。GoPro 十三呢，它用的是一块这个一千九百毫安时的这个电池啊，续航时间呢有所提升，但是与 DJI 相比的话呢，电池续航还是要短很多，差不多要短一半哈。那在持续拍摄中，可能你要更加频繁的去更换一个电池了，生态。 我一开始觉得 GoPro 的生态是非常好的，好于大疆，但是现在不太能同日而语了啊。发展到 Action Five Pro 的大疆呢，周边生态对于呃，相比于 GoPro 呢，几乎是一样的丰富。而对于 Action Five 呢，你可以直接连接 DJI m a c 2啊，直接的这样的无线连接，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接收器，这一点是真的很棒的啊。那之前的前代呢，肯定要加一个这个呃麦克风的这个接收器啊。那 GoPro 呢，你。 还是去非要买它的这个多媒体套套装，你才能连接麦克风。这对呃拍摄 Vlog 的人群是真的是相呃，Action Five 会友好很多。那我相信大家也会比较关注两款产品的价格哈。嗯、呃、，Go Pro 十三的话呢，裸机标配价格，也就是一块电池不带任何配件的价格为三千四百九十八人民币啊，而 Action Five Pro 的裸机标配为两千六百九十八人民币。 这个差别其实还是蛮多的，其实啊，如果你花 GoPro 的裸机价格三千多的话，你已经可以买到大疆的这个畅拍套装了，比如说有充电管家、有三块电池、有保护套、有自拍杆等等这些选择选择了啊。总结一下呢，我呢怎么讲，d j Action 5 Pro 呢？如果你注重暗光环境拍摄、长续航以及更广的动态范围，还有花更少的钱得到更多的周边配件的话呢？ 还有，比如说你要连接麦克风使用的话，我当然是选择 d j Action 5 Pro 啊。那呃，GoPro 十三呢，尽管在某些方面略显不足，但是它的坚固耐用和设备的周边的这个生态的完善呢，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但是说实话，今年我对于 GoPro 它的升级，我没有感到太多的惊喜啊。它做了一个，比如说可以切换。 前面的什么 ND 滤镜之之类的啊，但是对于它的硬件方面并没有做任何的更新，也没有做任何的提升，这个让我是感到失望又有点惊讶的。所以今年来讲的话呢，如果真的要比运动相机，我个人绝对是选择 DJI Action 5 Pro 啊。那不光是价钱方面，而且它在硬件，比如说更大的屏幕，或者是更长的续航，或或者是更好的动态范围，还有更方便的连接你的麦克风。 等等方面都要好过于呃，GoPro 十三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一起讨论。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拜拜。